姐，你知道接下来我要去哪一个国家了吗？我们要去阿根廷了。说到阿根廷，就让我想到这首《再见爸爸》。这首曲子是皮亚佐拉所作，在悲伤的情绪下创作出这首思念父亲的动人乐曲。那我们赶快来欣赏这动人乐曲吧。让我们掌声欢迎诺鲁老师、可心老师和师姐。Thank you.